说完了，这一招还真挺管用。双方很快通过这种默契完成了拍摄。问路的那个老者好像是吐鲁番歌舞团的，他呢听不懂我的话，我呢也听不懂他的话，我们俩说好，就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，就这么手碰我一下，或者眼神看我一下，我就知道他的话就完了。因为在新疆播出，要翻译成维语，而译制配音工作的导演正是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的母亲热泽万，他曾是新疆歌舞团的演员，后来在新疆电视台担任译制类节目导演。而剧本的翻译工作则是由小尼的父亲热和曼马穆提制作的。当年那个西游记维吾尔语版本，他的译制导演配音工作是我妈做的。哦，他这个剧本的翻译是我爸做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从小就看过维吾尔语和汉语两个版本的。因为小尼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学翻译家，所以西游记的翻译工作就全部交由他处理了。